你要个压哈路呢？哎，来，小油淋辣椒，辣椒麻辣，油还有鸭掌菜、水蕨菜、水芹菜、三蕨菜。又去找中医，找艾草来了，我在家里打包。我也想跟他们去的，他们说你打包打包都打不赢。那个芝麻味今年真的是做成了爆款，朋友们，每天做都不够卖。还有这个腌酸肉我们也开坛了，我尝了一下，香是有点香，但是如果朋友们要的话，我就担心大家觉得会有点咸。还有的朋友说是生吃还是煎着吃，我们也是生吃啊煎着吃都可以。来，那见到见了。哎呀，都那五花卤，他们刚从山上回来，肯定啥都好吃。好香哦！来两口吧，看吧。我们的吃得惯就是说不咸，但是朋友们拿回去煎一下就咸。哎呀，凉了凉了，让你。这块五花肉我是真的挺好的。朋友们看了肯定吃生肉，吃生肉。你的老婆了，难弄。哎，本来我不怎么喜欢吃糯米的，但是大家都说这个黑芝麻馅的好吃，我也尝一个。吃到馅了吗？吃到了，嗯，好多好多馅，好香的芝麻。对呀、啊。娜姐，嗯，今年做的更好吃啊，又不是很软，又不是很硬的。是啊，今年吸取好多朋友的经验，啊、他们说我就采纳又尝试，也不需要做太甜的。对啊，这样刚刚好。以前十斤糯米放三斤糖，现在只放一斤半了，去了一半的，知道吗？不过也是看个人口味，每个师傅做出来都不一样。那肯定了，厨师都有不同嘛，是吧？嗯。但是我们用破壁机打过这个黄蒿草啊、艾草啊，就更细腻一些。你有没有感觉？嗯，反正让你们打那么多次。对啊，工序多一点嘛。嗯。吃完了，有啊。昨天阿亮吃三个，这刚蒸出来，他说太好吃了。那我不敢吃太多了，胃难受。啊、哦，适量吃一点好了啊。嗯。上次爸爸叫我帮奶奶买一个小小的那种电饭锅，就是可以让她蒸点米，就是煮那个软一点，因为我年轻人就喜欢吃硬的，然后我奶奶就说要吃软一点啊，或者煮点稀饭啊，这种一个人两个人的量的，今天到货了我就拿回来嘛。还有我们做的甜筒粑粑有肉的，奶奶爱吃也给她拿一点来。哎，又得一批小鹅了，今年够你爸忙的了。我就说你回来帮忙啊。哎，为什么这里有辣椒啊？问你爸，他吃辣椒吗？他吃，也有点辣味吧，嗯、因为是湖南的。嗯，这一只没怎么正混，那个是这肯定刚出来的，你看这、那个毛都还是湿的啊。去看前几天那二十多只大的了。姐夫，奶奶呢？回家养的。回家养了。乖乖的吧，那你倒是教他用一下这个、啊、电饭煲啊、嗯、还有这个粑粑放到冰箱啊，这个放到外面先吃吧、嗯、还有两块腌肉，一点盐菜，娜娜这个给你们。哎，奶奶好像在外面。哪里？奶奶在外面。会有鹅啊？哦，是邻居家的阿姨。啊！哎呦，滴滴滴滴滴，真的长得好快哦！老爸老妈都不在家，我还想找我老妈一起去找一找，有没有黄蒿草啊，有没有艾草啊？宇哥就说今天想休息，那你回家去吧。嗯。晚上的饭你做了啊，要是我不回来就给你打电话啊。哦、不回来吃饭去。嗯。咦，这里有一丛艾草，但是也被别人有摘过。
哎呦，还有一些，慢慢剪吧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这个艾草也会老了，开花了。现在摘不到黄蒿草艾叶了，在这里荆棘丛中也要爬上来摘了。哎呦哎呦，这里有一丛哎，还不错，这里别人看不到，还好我眼睛尖呐、哎。这个还好嫩呢，没人掐过的。这个艾草都是长在又高又险的地方，有很多刺的地方呢，别人拿不到的才有货。我还是想办法去把它们拿了。朋友们，上这里有点险的了，半搂的艾草，但是现在下去好险呐、啊！现在，人到中年了，有点怕。小时候那一跳都到那个了路上放篮子那里了。我家的大鹅呢？大鹅在那边，让大鹅给我们一些勇气吧！按按按，好嘞。这里又有啊，就是高高的上面那里嫩嫩的呢，哎，有点难得拿哦。咦，听到老妈叫我了，来。哎。哪里有啊，娘奶呀？还就刚呢。还就刚呢？你那两帮伢子硬的了嘞。哎，这个田里面还有点蒿草哦。嗯。多娘爸爸了。上下班哦，老妈在那边在。看见老妈动作好快，那个东西。看一下，在别人找不到的、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很嫩的蒿草啊。躲在这个杂草的下面，要用心去找啊，睁大眼睛去发现它。啊，哎呦，还掉了，超嫩的这个，现在真的好少了。来喽，来。天黑了，别人家的三只鹅，贝拉，贝拉拿、这里看到还有一点嫩的，天都黑了，我的老妈哎，前两天宇哥说我，看一下是不是我和我妈是一样的，现在已经七点多，天都黑透了。哎呀，家就在很近的地方了，出来三个钟，老妈那个小篮子也没满，我这个篮子呢也只得半篮，然后这个篓子只得了半篓这个艾草。今天确实是没啥了，难得摘了小小的，来了吧，爸。年头那小鸡没那精力的，嗯，那里又出来一只呢，那个毛还没干呢，又出来一只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十多只了，又是那里二十多加大的三十多，又零二十多了，你看，是吧？嗯，真够了，真够。今天晚上又是我姐夫炒菜哟、哦。一起吃简简单单的家常菜，多陪陪老爸老妈奶奶他们。老总棍感觉。给棍练的呀。摇摇累不了，奶奶我又干了。奶奶看到我背这个篓子，后面我们在路上回来，打了电筒还揪了一点进去草啊，还有那些干枯的杂草，这黄蒿都跟着进去了。奶奶要帮我选了、哎，我回去选算了。狼登登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捡的捡到的，拿回去，拿回去选，回去还有事要做。拿走下。
奶奶说要拿钱给我呢，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饭煲。哎呦，出气了，不要人家喽，我要省的要些，不要人家。我奶奶很有钱的，她已经有好多年没上街去用钱了，平常我们呢给她一点，她都是存起来的。有外面的人来村里面卖水果，她都经常是买的。乖乖乖，乖要乖要乖要要拜了，乖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乖要乖要，不要一点都不要，可以了。要拜了，路不了啊！奶奶真的好有钱，要拜了。我娘家有了。来，来了。我要见，我要见你，我要见你啊！